满船怎么行？你喜欢我真高兴，这桩买卖非常便宜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希望这次的海盗岛一游能使你们如愿以偿。由于你们付出了一小笔财富，所以但愿能玩得开心。会开心的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过这有点小危险，但很有刺激性。这对我来说够刺激，有大把钱赚。木夹腿，给我标出去碰头地点的路线。好好，刚哥博士，哈哈，那边的笨蛋准备给我发射火炮。他说什么？火炮给我发射。要开始放炮了。别担心，对于马达我可是了如指掌。也许应该升班。好主意，索菲。雷诺，有点绳子。你肯定他们能把财富全都给我吧？是的，不过要吓一吓他们才行。这一点就靠木夹腿了。这就是我说的享受人生。你听，是你的电话来了。哦，探长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？高巨头，打扰你了，很抱歉，不过这个事情很紧急啊。让我来看看。亿万富翁的游船消失，怀疑麦德党逼迫富翁们把他们的财产让给刚哥博士。假若阴谋得逞，用于慈善事业的基金将无法保证。这份指令在30秒后自动毁掉。探长，这件任务包在我身上。我得修理修理这个马达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大概是备用汽油箱吧。啊，多么古怪的主意啊，在船底下安装这么一个水箱。高吉特叔叔，船要沉了。是吗？那好，改变高吉特的大意。这艘船已经不能出海了，改变高吉特的求救信号。哦，你们看，求救信号。好了，游戏开始了。哎，我说我们要救这些遇难者吗？那是当然的，赶快派救生艇去。哦，太妙了，我们要演习海上救护了。嘎杰特，不，你们救的是嘎杰特，笨蛋。放心吧，刚哥博士，我来打发他。谢谢救了我们。没有你们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开心了。请你们原谅，我有事要跟你们船长说。我要征用这条船去完成我的使命。雷诺，去跟着嘎吉特叔叔。这么说，大名鼎鼎的嘎吉特侦探要征用我的船？是的，我刚接到一项任务。十分抱歉，我的发动机出了故障。我来给你修，机械方面我很在行。全体注意，到机舱里边把嘎吉特干掉。刚哥博士，我们马上就要打发嘎吉特上西天了。你们要好好的干，不然的话。侦探
探先生，故障大概出在这个部位，大概出在鱼雷发射舱。再见吧，侦探先生。哦，真是一群废物，他们竟敢向我发射鱼雷。哦，我要把那该死的马尔库姆吊在桅杆上。准备靠上那只船。哦不，我的意思是准备跳上那只船。那是木夹腿，他肯定要暴跳如雷的，要是打偏了一点，你们就会击沉他的船了。不过起码我们除掉了嘎杰特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来迎接海洋女巫号。发动机怎么不动了？请原谅船长。什么？这个马达零件需要换新的。你们有备用的吗？啊，实在太巧了，我这儿刚好有一个，给你吧。听声音好像这个零件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就给你修啊。我们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那个定时炸弹几分钟以后就会爆炸的。妈呀，我们真的遇上海盗船了。我感到身上充满英雄气概。这一次我们的钱花得值得。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的。飞到在哪儿？哦，孩子们，荡过去！哎呦，觉得这只船有点奇怪，快去找嘎吉特叔叔。这个零件看来也不管用，不过我说得修好这条船才能完成我的使命。加勒比海中竟然有冰山，你们全是我的俘虏，赶快上我的船。你们最好听他的命令，他很厉害。我们害怕极了。来吧，朋友们。这只游船看来真的有鬼。还不行，得用力敲了。百变嘎吉的锤子。对不起，我可没空陪你玩了，我得修好这个发动机。哎，那是修马达用的，快还给我。我好像到了以前的一个什么年代，可这个麦特党有什么关系，我可一点也看不出。我见鬼，通讯系统还有麦特党的标志。这些海盗其实都是麦德党徒。哦不，船开了。哦，有人来了。站住！啊，玩够了吧？你的玩笑我可受不了了。什么？你把零件弄坏了，连滴答声都没有了，零件完全没用了。哼，你也一样，嘎杰特。再过几秒钟，炸弹就要把嘎杰特送到海底喂鲨鱼了。哦不，嘎杰特叔叔。好极了，
再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我们的计划了。我们要发财了，麦德茂，发财发财。哦，可怜的嘎吉特叔叔。嘎吉特叔叔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阿索菲，那条船已经很危险，我们只好放弃了。我们将看看海盗们的精彩表演。可是嘎吉特叔叔。哦对，这个女海盗可扮得真像啊，太妙了。等我跟你们的事情了结以后，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你们看，又来了。我认为他的话是认真的，他希望你们把财富让给他，你们在上面签完名就可以自由了。伙计，我可不想走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。住嘴，找点别的理由。我大概太投入角色了，他们以为这是旅行的一项内容。那就让他们清醒过来。哦，你们看呐，似乎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那是侦探嘎吉特，他也来旅行了。他真是一位英雄啊。水手们准备好，发射礼炮，欢迎嘎吉特侦探大驾光临。快变嘎吉特大衣。哦，火箭鬼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海鸥。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蛋。好啊，嘎吉特侦探真了不起，身手不凡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充满了魅力。谢谢谢谢。请回答，菲诺，快去帮助嘎吉特叔叔。快抓住他们！怎么回事？这地方真是太理想不过了。外边嘎吉的望远镜啊，看到陆地了。哈哈哈哈，我的视力还不错嘛。哈哈哈，骷髅岛，凡是到那里去的人永远也别想回来。哈哈我有点害怕。打起精神来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好戏。大家听着，叫你们在上面签名，不然穆家腿是不会让我们离开的。难道你们愿意没吃没喝的待在这儿晒太阳吗？哈哈哈哈，以前我每次减肥都没有效果，这次倒是个好机会。我一直盼望好好的晒晒太阳。他们还以为这是旅行的一项内容，他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不是一场游戏。把嘎吉特带来。轮到我了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人们还以为我是俘虏呢。你们赶快签署这些文件，不然的话就把著名侦探嘎吉特扔进鳄鱼池里，听见吗？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有意思了。哦，火箭鬼，池子里竟有玩具鳄鱼，所有的东西就像真的一样。连嘎吉特叔叔也没有发现这些海盗其实都是麦的党徒。菲诺，你去帮助他。
能不能快点开始啊？我还有任务没完成呢。哦，还有女舞蹈家助兴。所有人都给我上船去，让这只老鼠啃土去吧，把嘎吉特带回来。真是个天才演员，这出戏越看越好看。明年的旅行你们想不想要提前预定？哦，那还用问？你们只需要在订单上签个名就行了。百变嘎吉的激光器，但愿这个节目快点结束，我的任务还等着我呢。我略施小计，弄得那几个亿万富翁把财富都送给您了，干戈博士。干得不错，我马上就到，在我到达之前先除掉嘎吉他。是，干戈博士。林诺，请回答，必须阻止麦德党徒把文件交给干戈博士。哎，木夹腿，他们已经在文件上签了字。哦，快抓住他，他把文件抢走了。我在想你上哪儿去了，你把最精彩的节目给错过了。戏还没完呢，现在轮到我们去抓海盗了。该我们显身手了，往前冲吧。我们还等什么，冲啊。哦啊，你来得正好。要抓住他，他手里拿着拿着寻宝图。寻宝图？好家伙，别动，没有人能逃得出我的追捕，你跑不出我的手心。外边嘎吉的胳膊，你还想逃跑吗？一转眼就手到擒拿了。用这个老办法，我肯定能抓住一个。快变嘎吉的手铐，我是说手铐。我这个诀窍还用得上啊？我就是豁出命去也要抓住这些混蛋。我呼叫公爹二探长。我抓住了一个，我抓住了一个。啊哈，他在这儿呢。这辆车怎么搞的？怎么停不下来了？我当心！你的这次鬼把戏我可受够了，交给我吧。是你，拱地爱探长，你又一次成功了。谢谢探长，我只是想制造点气氛。哎，您成功了，这次旅行简直太妙了。真是好戏一台连一台呀、连海上这个救援都有，这个节目编排的太好了。佐菲，你把这个最精彩的给错过了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明年的假期我们得到海盗岛去旅行。高杰特，我跟你还没有完，你等着瞧吧。看到陆地了，船长，是海盗岛。水手们，给我把帆升起来！
我看到骷髅头和骷髅骨，还以为有海盗呢。可是这图案并不仅仅指海盗啊，嘎吉特叔叔。你说的对，索菲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你看到商标上有这样的标记，那就千万不能摸，那表示有毒药。当然了，这并不一定是海盗的标记。